从来没有去研究。死掉会飞到附近的那个啦，附近的女神啊，女神最照顾我们了。对，女神就是重生点，所以你看，就这个女神像死掉之后就会跑到这里啊，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对女神，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喂，森林我来了，我们要到森林了。湖泊会有鳄鱼吗？好像不会哦。诶，鼹鼠已经收服了。这里是森林吗？不是。诶，虎头蜂，诶，虎头蜂我收服过了。走过去，我要去森林的。诶，这里是城堡。等一下，近一点，这样什么都看不到。那个城堡我已经走过去了。哦，沿着河。沿着河就找得到了。什么东西？有一天背叛女神，背叛秋风？不会啊，那应该是 bug 吧？我有听过有人的 bug 是女神的重生点卡在树里面，根本走不出来，很好笑啊。女神的重生点在树里面，走不出来啊！哎呦，吓死我！差点要摔伤了哦！我们到森林里了，一大片树林呢，哦，一大片枫叶林，嗯、哦，枫叶呀，载满了我的感动，枫叶呀，这里好多枫叶哦，嗯、哦，赏夜景，夜枫，啊、哦，好漂亮哦！走走走，在森林里漫步，前面有东西，有一个不知名的小东西，召唤召唤召唤我的宠物！诶，我宠物去哪里了啦？啊，必须死！走走走，我的宠物嘞，召唤召唤召唤，嗯，还没有出来。羊驼我不需要，我已经有了，还是换宠物？换宠物会出来吗？诶，我听到宠物在奔跑的声音了。宠物在奔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啊，来了来了，还要停下来等它跑过来，我才能骑。喂，对啊，它刚才走失了，让我有点小难过。怎么可以走失嘞？不行，不能这样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哎哎，哎呦呦呦！骷髅牛，哦，他戳了我一下。哎，纳塔森林，我们到纳塔森林里了。森林，森林，呜呼呼呼！是因为晚上了吗？所以都没有小动物吗？我记得这片森林很多小动物啊，浣熊有没有？嗯，浣熊，我现在应该随时拿着松鼠爱吃的东西。啊，松鼠，这里超多松鼠的，连兔子都是狂暴的，有狂暴的兔子，松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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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人类，不是，不要我不要，咕咕咕，松鼠，松鼠你在哪里？鸭嘴兽口渴了，好，我等一下去。诶，没看到，我在森林里漫步，目前没发现东西。呦呦，哦，松鼠看到了，松鼠来吃蛋糕哦，给你四分之一的草莓蛋糕。晚上不能抓宠物哦，诶，可以啊，抓到了，谁说晚上不能抓宠物的？哦，找到了，成功收服宠物。哎，现在有鹦鹉、箭猪、鳄鱼、猴子。森林里面会不会有猴子啊？蚊子、象鼻虫、丛林入侵鸟。哎呦，有人类！
想对我的小松鼠做什么？走，走，小松鼠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小松鼠，两级小松鼠，在森林里漫步。哎，又是松鼠，又是松鼠。森林里最多的就是松，还有浣熊。浣熊必须死啊！可恶的浣熊啊！就令我受挫的浣熊。咦，对啊，他们在抢食物，先抢到的人就可以活下来，那个没抢到的人就必须死。哎，森林里面没东西了，都是浣熊。其实我发现史莱姆真的不好找，史莱姆真的好难找，不然我们走去旁边的那个好了，走去旁边的湖有没有？鹿哥龙湖，我们走去旁边的鹿哥龙湖。W 啊，往西边走，顺便看看世界。喂，哎哎呦，要偷袭我！喂，走走走，拿刀收服人，没错，我都是这样子的啊，都用我的那么可爱的小刀，坚硬的小剑剑啊。那个森林里面，森林没有了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去湖看看好了，说不定湖什么，我明明记得不能抓，可以啦，晚上也可以抓啦，只要有心啊，人人都可以是神奇宝贝大师。一定是我的神奇宝贝大师感动了他，所以他就跟我走了。我的毅力感动了他啊！什么东西？喂，这里哎，又是浣熊！不能收服的浣熊！喂，哦，跳过来了！哦，颗粒犬跳过河岸！章鱼加二！这年头章鱼都加二了！喂，哦，所以这里是加二的宠物哎。湖旁边呢？那会不会有那个？这个是什么？章鱼、螃蟹，我都收服过了。我不要这些，我都不要了。独特的肩甲，这些好啦，现在用不到。我现在要去喂我的颗粒犬喝水。喂，喝水。哦，章鱼要吐口水了。没有没有哎，这里竟然没有鳄鱼哎，为什么这里没有鳄鱼？这里真的没有鳄鱼哎！喂，哦，而且我觉得这些章鱼好烦哦，又烦又吵。哇，不要再烦了！哎，打到一个浣熊了。我拿到浣熊爱吃的东西了，我来这一座湖就是为了拿浣熊爱吃的东西。哦，浣熊欸，四分之一的巧克力蛋糕，我终于不再是神奇宝贝受挫大师了，浣熊马上来收服你。啊，森林我回来了，我不是神奇宝贝受挫大师了。哦，浣熊我来了，浣熊，呀，浣熊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已经有咯，我已经有四分之一的那个巧克力蛋糕。这一只什么？树皮甲虫不要。我终于可以又收服一只受挫的宠物。浣熊很可爱，真的。等一下来看看，它真的很可爱，它还有黑眼圈。这里是不是浣熊？我好像仿佛看到浣熊。怎么没有？啊，睡一下啦。喂，
什么有加四的蔬菜，没有加四荷叶的五秋风，为什么要叫四分之一哦？让你们看一下、啊，你不觉得它就是四分之一吗？四分之一的蛋糕啊，不是全部的蛋糕、啊，完整的蛋糕不应该长这样的。浣熊，你在哪里？呜呜呜，呜呜呜，呜呜呜。呜呜！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来纳塔森林了。哎、欸，哦，浣熊，看到浣熊了，哎、欸，不小心就杀死了。这里的浣熊有这么弱吗？不小心就死了，所以要随时拿着，不能对他们挥刀。喂、欸，浣熊，哎、欸，那里不是浣熊，那是松鼠，不是浣熊。浣熊，浣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，松鼠，竟然是松鼠，松鼠我有了，我现在要浣熊，我现在要浣熊，浣熊快出来，不要躲了，啊，我手上拿蛋糕引诱你，神奇宝贝，就是要在这时候收服你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。浣熊，浣熊不见了。每一次都要找的时候就没有。没错，这样吗？这就是人生了，要找的时候就找不到，不要的时候它就偏偏出现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浣熊。哎、欸，神奇宝贝大师就是要经得起打。哦，成功了。二级小浣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哦，旁边好像还有腮帮子的，我、哦、好想捏一下哦。可惜不能骑啊，捏你，耶、yeah, ，小浣熊，你的名字就叫哆啦 A 梦，狸猫。好了，我们可以，这里应该收服完了吧？都被我杀光了吗？呜呜，刚刚有。欸，所以现在鳄鱼、箭猪、还有鹦鹉、沙漠陆行鸟、松鼠有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海鸥？海鸥是什么东西？海鸥？海鸥在哪里？海鸥在哪里啊？所以这几个都是在丛林里面的，是不是？那蚊子勒？橡皮虫，其实我已经收服过橡皮虫了，还有墨纹呢。哎呦，好神奇哦！我是猫咪，不是狸猫。哎，我知道鹦鹉哪里有，可是很远呢。鹦鹉在加拉山谷，加拉山谷有鹦鹉，可是好远哦。山谷里面有鹦鹉，哎，这附近就都没有了。哎，那里也有一个。这里有一个山谷，去山谷看看，密利亚山谷，我们去密利亚山谷可以找到鹦鹉。这里，往这里走啊！我们离开这里了。沙漠在蚊子啊，都在蚊子里。海鸥在天上哦，真的吗？还是要在海边？乌龟可以骑啊，可以啊，还跑得很快哦，超乎想象的快哦。哦，我现在骑着孔雀。哦，孔雀屁屁扭的好好厉害哦！呜呜呜，骑孔雀。岩浆岛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去过。海鸥，对啊，海鸥到底是什么？海鸥在天上，海鸥在海里，在海边的天上，所以我要拿着那个。海鸥的食物，它海鸥就会飞下来吗？什么？孔雀超慢的、哦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孔雀蛮快的啊。它只是动作比较慢，可是它走很快。喂，嘿嘿，登山，登山。我念错什么？喂，呜、哦，暗迷猫，暗迷猫，什么拢看无？什么瑟利亚山谷？
海鸥，我心中为什么会有海鸥？飞飞飞飞飞。